明天我就要退伍了，12年的军旅生涯让我养成了许多习惯，也给我留下无数记忆。令我光荣一生的是3次走过天安门，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。今天我要将这一切打包，奔赴下一个战场。在这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，请让我再行一个军礼。新兵那年，班长告诉我，军礼抬起的是右手，举起的是责任。这些年我行过无数次军礼，烈日下，风雨中，肩负使命，心怀忠诚。这里已经是我的家，战友们已经是最亲的人。再行一个军礼吧，挥手曾经奋斗的青春。再行一个军礼吧，我要用这最庄重的仪式告别。